萱萱，到家了。我要走了。等一下走了，等一下走。干嘛？你有话快说吧。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虽然说当初是我扎了你，我现在心里也挺难过的。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但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呢，我还挺快乐的。我现在希望的就是你不要被第二个男人伤害了，因为我真的不想让你受任何伤害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能给他伤害。这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吧，人的话都是会变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跟你还是挺好的，我们现在也挺相爱的，我也是把他当做我的未婚妻一样来对待的。就你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我可以啊，因为曾经的我知道我自己挺幼稚的，也不够成熟，也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惹你很多生气，所以说。但我后面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吧，我还是会经常梦见。我知道说这个东西对莹莹不公平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对你确实已经没有任何的念想了。现在虽然说梦见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快两年时间，多多少少还是有感情。萱萱，下雨了，等一下，下雨了，把伞给你。哼，我送一下你吧，再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送一下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了。萱萱，你想上我家是吗？我不上你家，就是，那你要开心点，以后我们可能最后一次见面了。知道了。你不要这么冷冰冰嘛，好不好？还能给你什么样的态度？我只想让你过得好一点。我跟你说吧，萱萱。你不要推我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吧，我真的想知道你的新任是谁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真的很事儿哎。你站着啊！你别撞我！你没事吧？萱萱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那个前任到底是谁啊？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了。我已经没有耐心跟你解释这些了。萱萱，我要走了。萱萱，不要走！咋还给你？萱萱。